基尼最近同容祖儿一起拍摄内地真人 show 节目，虽然他们是首次合作，但就已经一拍即合啊！好玩，同埋因为同他一起都好开心咯，因为我的国语真的不是咁好咁。佢都好似一個姐姐咁樣，都幫咗我翻譯好多，有陣時佢都會喂佢咁樣講，即係咩咩。咁同埋佢都係一個好easy going， 因為我哋都一起 share 架車，一齊成日。咁佢都好容易相處，同埋佢都係一個好excited 嘅人，咁好真係好開心第一次可以同佢合作。